我发现北京漂亮的外国小姐姐好多啊，我准备去撩一个。那个外国小姐姐在那站半天了，我过去跟她打个招呼。Hello, hello, nice to meet you. Hi. I have something, want to give you. Can you give me your hands? Okay. It's me. I very like you. Can you give me a 么么哒？么么哒？么么哒？啊，对，太好了。其实你用中文跟我讲也可以啊。哦，好。哇塞，没想到你中文说的这么好。谢谢。没有没有，就是在北京待的时间比较久。哦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看可以吗？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不承认你喜欢我？今天接了一个送快递的订单，等了半天客户还没来。没看到你人呢，你什么时候过来？哎呀，我现在过不去了，要不你放我后备箱吧。你是不是傻？你要是不过来，我这没钥匙，这打不开呀。我要是不过去也能给你打开，你去我家帮我把袜子洗了怎么样？洗袜子我给你洗一个月都行。行。哟，这什么车呀，这么溜？我这个车能远程遥控打开后备箱。你现在给我回去洗袜子去吧。不是，那个我忘了跟你说了，我来的路上刚才手被撞骨折了，你看看这。今天差点接到第11个差评，帮客户给女神送礼物，礼物很一般，希望送的方式特别点。你是？啊，你好，那个你朋友张浩洋让我给你送了个礼物。一只鞋？啊，不是不是，礼物在鞋里面。啊，对，来鞋给我，让我穿上。啊？你别嫌弃啊，他用鞋装是有特殊寓意的。什么寓意啊？就代表着他想要用脚步和你一起丈量这个世界的美，然后余生的每一步都想和你一起走。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，我这是我接到的第10个差评，要求买苹果要甜，不甜给差评。买好了是吧？对，保证每一个都很甜。每个苹果你都咬了一口？对呀、啊，不是怕不甜了，我就每个都尝了一下，每个都甜。等差评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不甜才给差评的，我这是按你要求买的呀。苹果给我。这就对了嘛。不甜，差评。哎，刚才接了一个陪打游戏的订单。来，哥，你坐这儿。哦，好。假装是我跟我女朋友打游戏就行了。哦，行，那他要是给我发语音呢？他发语音你就打字就行了。啊、哦，好好好，跟我朋友在这开黑呢。行。老公来，老公来，我们一起去法兰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厉害呀？老公，你今天打不开麦呀？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我奶你，我奶你。老公，打完这把我就睡觉了啊。来，兄弟，手机给你，女朋友去睡觉了。太帅了啊，哥，下次还找你啊。没事没事，刚才抢了一个买披萨的订单，让我送到女生宿舍楼下。小哥哥，你把披萨放篮子里就行了。装好了。哎呀，真的。哎，小哥哥，你别走，你先等一下。嗯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？我室友好看吗？啊、哦，挺好看的。你跟我说这个干啥？披萨钱你怎么给我？我刚才接了一个订单，让我帮他跟女朋友道个歉，哄他开心，还能给我加50，哈哈！我已经确认过了，就在这楼上，我现在要上去了。你好，有人在吗？哎，你好。谁？你男朋友让我来跟你道个歉。哦，不用。哎，我歌还没唱呢。我们爱的难舍难分，爱的奋不顾身，为何再见只是……别唱了。你要不要进来喝杯水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们知道做跑腿的有多煎熬吗？每次到饭点，我都要饿着肚子来这里帮客户取吃的，想吃又没空吃。肉夹馍我想吃，热干面我想吃，花甲我想吃，鸭血粉丝我也想吃，麻辣烫我也想吃，关东煮我也想吃。牛排自助，这个吃不起。
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先去送餐了啊。导友们，看一下我刚才抢这个订单，买水果的，他说看等下能不能碰到我，他还不知道现在接单的就是我。我先把他的水果买了，然后去会会他。现在已经到了，我先敲个门。你好，有人在吗？哎，你好，那个，这个是您的水果。谢谢。哎，你好，你听我声音有点熟悉吗？你是那个跑腿界的彭于晏吗？对对对，是我。真的是你？对对。你在拍我吗？对呀。我要火了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那个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我没有男朋友。完了，我估计我的粉丝又要你的资料了。今天接了一个送鲜花的订单，99朵玫瑰啊！我们送过去看看是谁这么有福气。前台小姐姐跟我说，就在这个屋里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我想问一下，那个王小雨是哪一位啊？对呀，六妈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是您是吧？啊，这个货是送给您的。谢谢谢谢。那个客户有首歌让我送给你，那个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。我刚才抢了一个订单，有人花了10块钱，就只让我买了一桶矿泉水。我正纳闷，现在有钱人都这么懒了吗？到了这儿我才发现，原来电梯全坏了。客户说他在28楼，我现在准备走楼梯给他送上去。到3楼了，到5楼了，到8楼了，到11楼了，到15楼了，到19楼了，22楼，25，我注意到为什么这里最高只有26楼。刚才给客户打电话，他说我来错地方了，他在 A 座，而我来的是 B 座。不拍了不拍了，我快超时了。导友们，我刚才接了一个订单，有人让我要店员小姐姐的微信，我已经确认过了，她就在里面，我要进去啦。小姐姐你好。好。那个我能要一下你微信吗？那我这样，我唱首歌给你，你把微信给我怎么样？你要我怎么说怎么做你才能爱我，我要唱几首歌才能够将。好好好。刚才接了一个送巧克力的订单，而且客户说让我替他表个白，好紧张啊，万一等下失败了咋弄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李白是在这个房间吗？我就是。啊，你好你好，那个你同学李梦然让我把这个巧克力给你。哦，好，然后这有几句话是捎给你的。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但是一直不好意思说。嗯，现在马上要毕业了，感觉再不说就来不及了。你能做我男朋友吗？好，如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哦哦，好，那个，哎，那兄弟，你这算同意了吗？你要没同意，我可以唱首歌给你听的。不用唱，不用唱，我同意了，我打电话给他说。啊，好好好，那就好。